大家好，欢迎来到看风云节目。今日同大家讲下哈马斯绝密作战计划曝光，哈尔这场战争会不会扩大，美国是否有能力三线作战，中共扮演和平使者，称以色列的行为已超越自卫范围，以色列空袭叙利亚机场，伊朗放狠话。在进入话题之前，请你先点赞订阅，你的支持能帮助我们这个频道成长，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哈马斯对以色列突然袭击，造成至少1300以色列人死亡，另有至少120人被绑架。为了报复，以色列军方在加沙走廊发动空袭，并调动数以万计的军队部署在加沙附近，准备对哈马斯发动地面攻击。以色列国防军要求加沙地带北部的100多万居民在24小时内撤往加沙南部，并对加沙实施了包括停水停电在内的全面围困。以色列还散发了大量传单，要求巴勒斯坦平民离开，避免未来遭殃。为了保证平民能全部撤离，以色列一再推迟地面攻击的时间。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现在正留在卡塔尔，有影片显示他在办公室里面与其他哈马斯官员一起庆祝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他指着电视的新闻画面与官员谈笑风生，随后他们一起跪拜赞颂真主。对于那些正在撤离的民众，哈尼亚透过电视呼吁大家不要离开家园。他说，我们不流离失所，亦不逃往埃及，我们决定留在自己的土地上。显然他想利用平民做人盾。评论人士林辉赞文表示，哈马斯利用巴勒斯坦人做人盾由来已久。在过去10几年，哈马斯除了让巴勒斯坦幼童向以军示威，将巴勒斯坦儿童挂在建筑外避免以军攻击外，还在人口稠密地区建立武器储藏和火箭发射点，利用隐蔽在居民区中的地下隧道、火箭炮、无人机等对以军实施攻击。近日有以色列无人机捕捉到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火箭的位置，可以看出火箭是直接从人口稠密的居民区发射出来的。哈马斯的武装分子13号发布了其在加沙将以色列儿童当作人盾的影片，画面里面甚至还有在摇篮车里面的婴儿。在 X 平台，网友纷纷痛称这些恐怖分子的残忍懦弱无人性。在 X 平台上，网名为海外爆料的网友14号贴出一段影片，显示在加沙民众疏散的路线上，一架架车行驶在加沙谷桥上，突然桥上发生爆炸，似乎想阻止民众逃离。这件事在国际社会的反响很大，哈马斯率先出来指控说这个是以色列做的。以色列反驳说，我们不会做这种事。大家想一想，如果以色列想攻击平民，他根本就不需要发布通告，话给你们一个撤离的窗口期，等你们撤走后，我们再来开火。以色列直接用飞机对着加沙进行无差别的轰炸就得了，哈马斯没有多少防空的能力。如果是这样的话，以色列是很容易消灭哈马斯武装分子的。不过在哈马斯栽赃的背后，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强度逻辑，那个就是我可以耍流民，但你不得。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屠杀上千人，事后以色列军队在被击毙的哈马斯分子身上搜出大量机密文件。这些文件展示了哈马斯的详细计划，其中一份文件指示多杀人、多劫持人质。在这项计划中，有两支哈马斯部队被指示包围渗透到吉布兹。吉布兹是以色列传统的集体社区，哈马斯认为那里的平民妇女和儿童很容易遭到伏击和绑架。该计划还特别圈出哈马斯打算袭击的建筑物、突击入口，以及哈马斯计划使用的交通方式。以色列誓言要消灭哈马斯，但哈马斯盘踞加沙多年，占有地利的优势。他地下有1200多条隧道，再加上他在暗处，以色列在明处，所以以色列要想铲除他亦是不容易的。那这场战争会不会扩大呢？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在时事大聚焦节目中表示，这次号称第6次中东战争，前面5次战争时间都比较短，很快就落幕了。有些只打了6日，有些打了1、2个月。但这次有一点是前5次没有的，就是中共将手伸到中东。
如果中共真的是幕后黑手的话，他根本不希望这场战争很快就结束。所以我估计这次战争上升扩大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这一次的真正玩家恐怕是幕后的伊朗和中共。有分析认为，中共可能是想利用这场中东战争牵制欧美的精力和军力，从而缓解中俄在印太地区和乌克兰战场的压力。还有人认为，挑起中东战争是中共武统台湾计划的一部分。不少观察人士开始担忧美国无法承受三线作战。对此，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沙利文进行了回应，他明确表示美国有足够的资源、手段和能力，能够同时且有效地支持以色列、乌克兰以及亚太盟友。沙利文无疑在这里警告中俄，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美国是有能力三线作战的，不会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那当下的美国到底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呢？吴家龙表示，从军事力量来讲，美国的国防建设可以同时在地球上打 2.5 场战争，一场在欧洲，一场在亚洲，另外半场在中东或其他地方。美国的国防力量亦是这样布置的，亦就是说，美国用在中东地区的兵力不会同用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兵力重叠。比如说，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立刻在西太平洋出现三艘航空母舰战斗群和两栖战斗舰，总共有五艘重量级军舰在西太平洋这里等着，等于在这里间接保护朝鲜半岛和台湾。美国海军有11个航母战斗群，有一个在这里维修，另外10个分配在5个战区，分别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然后地中海、印度洋和西太平洋，总共5个战区，每个战区2个航母战斗群，这个是战斗编制，所以兵力上并不重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乌克兰和以色列是陆地作战，而台湾这里是海岛，不是陆地，美国要在台湾这边用兵的话，制海权、制空权的争夺才是第一重要的。吴家龙认为，对美国来讲，财政上的消耗可能才是真正的负担，就是美国有没有财政能力源源不绝地对乌克兰、对以色列作物资上的支援。自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滥杀无辜而挑起这场冲突以来，北京从未点名谴责哈马斯，但是一旦以色列展开自卫反击，中共政府则开始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14号，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表示，以色列的行为已超越自卫范围，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北京这种不分缘由和曲直的表态，让以色列公开表示深感遗憾。中共对哈马斯的立场和当初对俄罗斯的立场是一模一样的，当初他不去谴责俄罗斯入侵，现在他亦不去谴责哈马斯发动恐怖袭击。在对方要反攻的时候，中共突然出来扮演一个和平使者。当初乌克兰要发动反攻的时候，中共马上派出一个特使去乌克兰进行斡旋，说大家不要打了，要坐下来和谈。周六，王毅在与费萨尔通话时，以色列在与加沙接壤的边界部署了大量的军人以及大量的武器装备，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攻击已经箭在弦上。在这个时候，王毅呼吁各方都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尽快回到谈判台上。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仪表示，中共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一开始中立或者和稀泥，两边都不得罪不讨好，现在就是拉边架，站在哈马斯那边，站在阿拉伯那边，相当于和以色列的关系掰了。哈尔冲突越演越烈，伊朗扶植的黎巴嫩真主党和叙利亚亦趁势对以色列北部发动攻击，戈兰高地遭到叙利亚火箭弹攻击。真主党向外喊话，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必要时我们一定会采取行动，称等时机成熟就会加入哈马斯阵营。据悉，真主党号称拥有10万大军，甚至还握有数量庞大可以打到整个以色列的火箭弹。不过以色列毫不畏惧，随即发动反击。12号，以色列同时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国际机场和北部第二大城市阿勒波的主要机场发动空袭，致使两处机场全面瘫痪，
而在空袭时，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希扬坐住专机正要降落大马士革国际机场，黑到立即掉头又飞返了伊朗。如果炸了伊朗外交部长，中东战争就算是正式打开了。有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伊朗外交部长乘坐的是一架空巴 A340 飞机，在飞机上同时还有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还有给真主党的十吨军援物资，包括反坦克导弹。以色列的空袭其实是在这里警告伊朗和叙利亚，我不在意同时一个打十个。伊朗外长声称，如果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罪行持续下去，没人能够保证该地区的局势将保持不变。他说包括伊朗、哈马斯、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在内的抵抗联盟可能会做出强烈反击，甚至可能直接参与战争。他此前在贝鲁特会见真主党时警告，伊朗领导的轴心已准备扣动扳机。伊朗的话说得够狠的，但截止到目前，在哈马斯已经成为以色列的瓮中之鳖的情况下，外界仍无法看到他们准备怎样扣动扳机。而美国的两艘航母以及英国的军舰都在地中海声援以色列，一旦伊朗下场，这两艘航母也就是给他们准备的。估计那时最高兴的未必是以色列，而是作为逊尼派的老大沙特。随着美国表态的逐渐明朗，北约亦不再装模作样。最新报道显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一次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将不再独自面对挑战，已经有几个北约成员国开始支持并提供情报共享和援助，这意味着北约与美国一致，全力支持以色列。这个明确的表态不单止给以色列提供了坚实的后盾，亦为国际社会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好，今日就同大家讲到这里，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世事变幻，笑看风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